慈济麻坡知会举办浴佛典礼，将近900位民众出席，为家人祈福。对了，母亲节还有佛诞嘛，还有慈济日啊，为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啊。Especially 我们的母亲啦，这个就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把我们带到这世界来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感人对我们的母亲啊。第一次亲手洗净父母的双脚，让刘巧仪在心中不断反思。浴足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就是他们都老了，我有空应该要多多陪他们。感动啊，吃了这样大还给女儿洗脚，就是感动在心里。五月不只是感念佛恩、洗涤自心，更要感念父母恩、孝敬双亲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